把是那个蓝盾的 Random 的吉他 RG14XE 它型号写在里面。那它是一把很特别的吉他，因为它可以连蓝牙，它是一把电木吉他。那这一把是单板的，这一把我们仔细看它用料其实还蛮大方的，它这个这里是箱背，然后这里也有箱背，这整个是云山枫木，然后侧背板看起来应该是桃花心木。那它的电那个插电的孔在这里，然后呢这里有 EQ， 那等一下再试用给大家看，我们就看它的背面，它的这个配件，刚仔细看下来还蛮不错，可以帮我拿一下让远远让大家看一下，是好远远看一下它的这个 OK。 那我现在来试弹给大家看，我现在来听听看这个它还没有插电的声音，就是稍微试弹看看，就还没有插电的声音哦。这把吉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个它是可以直接开机的，它开机之后就会有声音，不需要插电，当然它可以插电外接，它这个叫做什么，我有上网查，它这个他说这个叫家政吉他。那我这样稍微打开音量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边它本身就有副效果，这是音量，然后这个是就是空间系 reverb 的效果，然后这个是 close 跟 delay。 那我先开音量好了，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个效果我先都暂时不要开，这样就音量我打开就开音量就好，听起来就是那如果我现在再把这个空间系的像这个 reverb 这个稍微开大一点点，它听起来又会有 reverb 的感觉，那 close 也是，那我可以调一个我大概我自己稍微喜欢的感觉，这样子好，然后一样就用这个方式来试弹给大家看，就是
可以继续弹，这个 EQ 啊，就是它可以接电，然后接音箱，这个就下次我再为大家介绍吧。那这个东西它也可以接蓝牙，就是也没听错，它叫这个是可以接蓝牙的吉他。那接蓝牙呢，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播放音乐，就是用手机播放音乐，然后它就手机就不需要再另外再多接一个喇叭，就它可以从。就是透过吉他本身，然后去接音箱，从音箱播放出来这样。那它这个吼，它也可以去做调整。那变接蓝牙是这个按下去，它变蓝色的灯，就可以接蓝牙。那它关机也是一样正常电木吉他的功能。那这一把我们现在定价是15800可议价。也就是说15800你可以来跟我们的老板娘杀价。那这一把是蓝盾，就是这个我上网去查，他说他是一个台湾的品牌，就是我上网查的。然后蓝盾的吉他，他吉他在做好像都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吧。这一把叫做 RG14XE， 那他的这整把型的那个配件很豪华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店里参考。那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再为大家拍摄他接音箱，还有他连蓝牙的那个的样子。因为今天我只有一只手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示范他连蓝牙的样子，或者是他接音箱的样子给大家看。OK， 好，那时间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那本店所有商品欢迎无息分期付款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买乐器送课程，欢迎大家来店参观选购哦。这个要怎么拍？怎么拍啊？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是它的那个，就是开关按这个，然后上面这个是音量钮，然后这个是 reverb 的控制钮，这边有两个 reverb 的模式 ，room 跟 hill， 然后这边这一个是那个 close 的控制钮，就是有 close 跟 delay， 你可以去转，就你要哪一种。那当然蓝牙也是从这边连接，然后这边是它的充电，它有附一条充电器，就是充电的线，在那个袋子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附的袋子也很棒，所以这把是15800可议价。欢迎来店参观选购，让大家看一下这把蓝盾吉他。OK， 那先到这里哦。